大家好，我是林岩。在2018年，我荣获了第14届中美电视节年度最佳新晋导演奖。能够与中美的影视同行一起交流和学习，在国际舞台上展示我们中国影视人的风采，我感到非常的荣幸。第20届中美电影节、中美电视节主题是挚爱永恒，光影同行，通过光影艺术搭建中美之间沟通理解与互惠共赢的友谊之桥，是中美电影节、中美电视节20年来始终不变的信念，也是我们所有的中美影视人共同的期盼。祝中美电影节、中美电视节20岁生日快乐！